龙虾。这样看，朝下面一点，就是把它那个头朝下看一下，一个头看一下，还活着呢。还真的挺凶的。它应该疼吧，你这个刷子刷过来很难刷。好可怜。就生锅直接把它脑袋给掰下来啊。哎呀，这个看着怎么你脑子没了。这个龙虾怪不得爬下面那个被吓死了，对不？就跟剥虾一样，直接把龙虾脑袋给剥下来了。还要把那个脚都就要剪掉的。这螃蟹好吃了，好吃的龙虾呀！这个就可以把它烧熟了。啊？等一下啊。这个洋葱看起来不错啊。也是。